以后我出去玩喽！哎呦，这个血有点深啊！快撤！今天不宜出门，这不要狗命吗？这不，你瞧不起谁呢你啊？你给我看好了啊！我会不会武功？就这个后空翻啊！你行吗你？你给我看好了，小样的吧？你行吗你？喂，二妹子，你别闹，我舔毛了，我就跟你闹，怎么了？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我就是闲着你，你信不信我挠死你？终究还是武林红光扛下了一切啊！所以旁边的几位车主，你们说什么都应该请人家武林车主吃顿饭啊！眼前正在上演的这一幕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如果你正在做一件事情，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却怎么都成功不了，不是你的能力不行，很有可能有个狗东西在往下拽你。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竟敢霸占我的花果山，杨家军随我出征夺回花果山。狗兄长，快快快跑快点，我表哥已经率大军出征了，我们赶紧去支援他。花果山那个小区还有我一套房呢，必须得夺回来。雷儿子，过来跟妈一起玩啊。转哪转哪转哪转转哪转，哪有这么带孩子的？转哪转哪转哪转头了。哎呀，摊上这么个傻娘，真是遭老罪了。干啥去啊？别往边上走，这一会儿不看把你掉下去了。往里面去，快点啊！你不听话，你试试，大嘴巴子抽你。